这边写的是自行车牵引到禁止骑乘啊，他不是写自行车到禁止骑乘啊。你们要快点哦 ，OK， 好。不然五点那个灯光会按掉哦。OK， 不问题，不问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企鹅交通手札。今天呢，我们身后站来了一位大家可能很熟悉，也可能不熟悉的。这个以前出现过几次。如果你有熟悉的话，代表你是老观众，或是老听众。对，我是领导。嗨，对，这是我们的领导大人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这边是三貂岭，新北市不知道是文化局还是公务局还是什么单位，他们去整修了台铁的旧隧道，三貂岭的旧隧道，好像叫旧隧道叫三瓜子隧道吧。突然害我好想吃海瓜子哦。不然还是我们等一下。反正这边离基隆很近，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去吃个海产之类的。好，咔咔咔咔，好了，反正我们现在在这个隧道外面的 Ubike 站，然后呢，这个隧道现在说是被改建成自行车道。那而且这边的这个 Ubike 它有一个很特殊的点呢，是来我们看到这边，噔噔，然后专区 Ubike 2.0 线专区归还，然后一般 Ubike 2.0不得于专区战场归还，如果每次另收调度费250元。哦。然后他是在，所以说他的专区是专区指的是猴双公共自行车，对，就是猴童到双溪，对，那旁边还有一个瑞芳，他是有 Ubike 的啊，在这边过去，对，这边再过去是瑞芳，但他不在范围内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不在瑞范围内，所以说好像说是从猴童这边到双溪，如果我从专区骑 Ubike 出去，或者是从我从瑞芳骑 Ubike 过来，我就要加收下面250块的调度费。县猴双专区界环，这个车子有哪边比较特别吗？是这个比较特别吗？小心夹手。可是我记得好像新的2.0都有这个啊。2.0好像大部分有吧？对啊。它有什么特别的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啊。它就是没有写 Ubike 的 Ubike 啊。也有，这里还是有写 Ubike。对啊，这边还是有写 Ubike 啊。那到底怎么不懂？不懂不知道，反正还是说我们感应下去之后收的费率不一样。等一下可能感应下去，他讲个猴双专区之类的。哦，我们逼逼看，重新靠卡。重新靠卡。你要打开你的 Ubike App 看一下，你是不是忘了登记这张卡？不是啊，这张我登记啊，这张我在其他地方借都正常的。还是猴双专区真的不能用？然后那我试试看，等一下，因为我这一张是一卡通。那我试试看，我这张是悠游卡，是不是？我这张就是悠游卡。这个无印良品没有赞助本频道，真的是因为悠游卡的问题耶。哇，对啊，靠腰。陈老板，你好，欢迎来，太棒了，好，谢谢啦。哇，听起来真是愉悦的声音。哇，干你啊！你拉太高了吧？没有，其实你知道，你小踏车要拉到跟腰差不多高。对，我知道啊，只是那样子骑，我骑超不习惯的。我后来我还是，我习惯这样，不这样用。啊！我还是用买菜的姿势在骑脚踏车。因为我身为一个低贱的二轮骑士啊，就是从小就习惯骑脚踏车，然后就会把椅垫拉高。哦。我真的太久没运动了，好喘哦。没有，其实是因为确诊过，所以说你的肺活量有问题。这边应该就是所谓的入口处吧？可是好多脚踏车哦，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看不懂。你也不能骑脚踏车。好。对，还真的不能。不能停，难怪一堆脚踏车停到外面。对，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，就是我们在自行车道上面。对，我们在自行车道上面，对，号称是自行车道，但是我们不能骑自行车。看也没骗人啊，自行车可以进来。是没错啦。你知道这个就像什么一样吗？什么？那个汽车道不能骑汽车。啊，对，汽车道不能骑汽车一样的概念。这是什么？推着车，只能牵车。没有，汽车道不能骑汽车的概念是那个。你不能，因为上面会写进行机车。对啊，所以你连在上面都牵都不行啊！啊，对耶，就忠孝西路啊，干！哎，对耶，哦，真的，我真的太忙了，我现在有时候连梗我都接不住，靠腰，有时候都接不住了，完蛋了！你惨了，真的惨了，看来那个我们没有 podcast 的可能了。
连梗都接不到了。对，完蛋了，完蛋了。这边写的是自行车牵引到禁止骑乘啊，他不是写自行车到禁止骑乘啊。你们要快点哦。OK， 好。不然五点那个灯光会按掉哦。OK， 不问题，不问题，不问题。这要牵引哦。好。然后我们会牵引的，我们会牵引的。我们看到领导风尘仆仆的走下自行车道，用牵的走下自行车道。为什么不能骑？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是三瓜子隧道的隧道口，上面有这个字“志成通动天地”。我记得是这五个字啊，但是他写书法我实在是看不懂。成吗？成哎，对，对，是成。啊，我们就赶快进隧道走吧。有水哎、欸！啊，人家还是因为水，所以说禁止自行车。哦，干这水很深哎、欸，干我鞋子都要湿了。我这个拖鞋的，这水深到已经直接走在旁边栏杆上了，好太屌了。这个水很深，所以要不要加入会员？哎，对，加入会员，告诉你更多水深的秘密。所以你现在那边是没有水的。对啊，我不确定后面那边的水深到底是因为它原本隧道就积水，还是它刻意放水。那个水看起来像刻意放的。所以说这边的隧道有两座，一座是现在看到的比较短的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是这边，哦，这个比较长，而且比较矮，很明显是它本来就比较矮，因为这个栈桥并没有垫高太多。对，就是跟后面的这一座隧道比起来。还有雾哎、欸，那个云啊，那个雾啊，雾啊，还有凉凉的。嗯，觉得这个隧道啊，它有打灯，我觉得它灯光打得还不错。对，其实看起来就是视觉上是舒服，应该要这样。前面那个隧道就太黑了。对，前面的隧道真的很黑。这个隧道没看好了。因为前面的隧道水好深哦。对。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隧道里面是不能骑脚踏车的。哎、欸，这个其实很好骑哎、欸。除了它会一直抖之外啦，对啊，因为它是用那个钢筋去铺地，就当地砖这样子钢筋。但是他是说他现在是试办期间吧，所以说不定试办结束之后就变成说是可以骑的，也说不定。我们的试办不是试办了好几年吗？看政府心态。对，蝙蝠。哎，这个蝙蝠会不会等一下产生那个什么五叉肺炎之类的？等一下，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一片会被黄标。太多了，我觉得那个五叉肺不能讲。哎、欸，可是眼球央视还是照样讲啊。他们没叉，他们专业配多啊，五叉。我真的不觉得在里面这样骑有什么问题，真的超舒服的，而且很凉。那我试一下他们，他们也没问题啊，我会打滑。哈哈哈哈哈！真的。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，我们在帮新北市政府呢公开检验。对。对啊，如果我们出事的话呢，就是证明新北市政府的顾虑是正确的。对。啊，我们如果没有事的话呢，就证明呢。证明了，那代表新北政府非常严谨。对。加油！我觉得它的缺点是，如果你真的停下来的话，你要起步有点困难，哦、你的阻力比较大。对。哎，干，越往后面越暗哎。有点可怕。对啊。这段蛮长的，三公里会。这个隧道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真的会窒息哎。对哎。我们现在正在骑脚踏车，我们真的会窒息。我觉得唯一的风险是它起点那一段的积水啊，对，那是我认为最有问题的一段，就是骑脚踏车风险最高的一段。那它可以说第一段隧道不可以骑脚踏，要两段隧道。也可以，我觉得也可以，因为那一段隧道很短。对，你不能骑还合理。而且那一段搞不好大家才刚进来，然后想要多多欣赏风景，而且對那边其实用牵的我也觉得合理，因为很多人会积在隧道口，然后就在隧道口什么拍照啊，或是有的没有的之类。对，欸、你那边骑反而危险。这样打光打得到哎、欸？可以啊，不用打光啊。但如果拍不到我的脚踏车的话，哎、我好吧，我们真的需要360呢 ，QQ。然后一直狂喊，人家都不发叶配给你。应该是没这个机会。我们要在那个牡丹车站要。借 U-Bike 的一台都没有啊！哦、oh. ，
在会应该这点要我们挑到了对的地方，我们挑到对的地方，因为我们从三貂岭进来，三貂岭很三貂岭全部只有这两台被我们借走，其他全部都满了。问题是它不是限额，都是这个时段是80个，那它应该。他两边都要有足够的车嘛？哦，没有，其实我后来就看他规则，他的规则是每天有4个梯次，然后第一跟第三梯次是从牡丹往三貂岭，那他应该随时要补车、啊。然后二跟四梯次是三貂岭往牡丹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第四梯次，我们在帮他送车回去。对，我们就等于是帮他把车子往那边运。对，但是实际上他根本没在管方向，而且重点是他现在是80个名额，对不对？对。他现在是说是试办，就是试营运期间80个名额，然后他到下礼拜还是下下礼拜，反正就是从80个名额变成40个名额，啊，变少啊，变少。哪有人试营运比较多的？我不知道啊。对呀、啊，哪有人试营运的名额还比较多的？谁哈？我这次骑到这个，对，你这叫 team member 啊，对，我们跑3K， 你妈骑过来。广为宣传，好，谢谢，我们一定广为宣传。地方还是要改进的。对，还给我们建议，谢谢。好，没问题。很快的骑车回去下班了。很快的骑车回去下班了，那我们是不是也要骑车回去下班呢？好啦，跟大家讲那个所谓的专区自行车到底差在哪里啦？差在它的中柱啦。哦，哎、欸，对，对对对，一般的中柱没有这么大，只有像对啦，一般中柱不会那么大啦。对，我们刚才看半天没有发现。哦，现在这边很多 U bike 啊，他们真的来错时间呢。还车，对，我们来看看1280刷下来会是多少钱。拍就拍得到啊，有，你拍得到，有。扣款20块。所以那我这台刷下去的话，应该会是，理论上应该会是。简单说，我应该比你便宜10块钱啊。5块钱吧。哦，5块啊，我比你。对啊，因为比你便宜5块。连线中，请稍后。连线完成，请取加油枪。等一下，现在是我有问题吗？嗯。那我这样。宝宝是认主人的卡，哎，有啊，刚还车成功了，真的认主人呢，25块，所以说确实1280会省5块 ，OK， 好，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去搭车啦。领导现在正站在三貂岭铁道摄影最佳点，你知道这个位置就是铁道迷特德们们俗称的三貂岭一楼。啊，真的、哦？对。我听过这个地方，但我不知道这是这里，应该是在这里啦。其实我也不知道确切在哪边。然后为什么叫一楼呢？就是这边拍出去是平的嘛，然后在更上面那边山坡上面会有一个二楼，然后在三楼，然后最高可以到4楼的样子。哦，这样我脸看起来超大、欸。脸本来就很大。干，我觉得你可以去卖鸡排，比脸大的鸡排，然后要跟我的脸一样大吗？对，这好像有点太大了。本频道没有比脸大鸡排业配播出，欢迎来。好了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三貂岭一楼。嗯，对。那你觉得今天骑完这一趟之后，你对于它有什么想法？就是对于这个三貂岭自行车道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是很名副其实的一条自行车道、欸。怎么说？自行车可以进去啊。原来是这样子的自行车道，对，他没有说骑自行车道嘛，他不是自行车骑行道，是自行车道，是自行车可以进去的路。哦，对，因为就是他有名词，但是没有讲他的动词，比如说他中间可以插入骑乘道，自行车骑乘道，自行车牵行道。对，但他现在选择的是插入牵行两个。对，这就是我们大家扩大解读了他的意思。我只有说自行车可以进来，你为什么要随便猜测我说自行车可以用骑？那我觉得如果照这个精神来讲，我们的河滨自行车道应该也都也是用牵的，没错。OK，fine。不行，这干到我自己讲到我觉得好烂啊。整个猴桑大概单程就10公里嘛，啊，你中间的这个差不多3点多快4公里的地方，全部只能用牵的，就等于是几乎有将近一半，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距离是只能让人家用牵的。对，那这还叫自行车道吗？对，但是毕竟姚川，因为他现在是说用试办的名义，就是试营运的名义来开嘛，所以说。或许搞不好什么下礼拜或下下礼拜，它就变成说是可以骑了。可以骑，我希望是可以啦，不然其实不
不然其实有点荒唐，而且刚刚我们也小骑了一段测试了一下，它其实你紧急刹车其实不会打滑。希望呢新北市政府可以继续加油，对我们希望也是各地的政府可以来促进这些文化资产的这些活化啦，对，然后促进观光啦，对，不然其实说真的就是你旧的不用的隧道放在那边也是放着，哦，这倒是真的，对，因为其实有蛮多旧的隧道真的就是这样被放着没有在用，真的蛮多的，大部分都是，不过其实这些活化之后或许对他们来讲就变成一个维护的费用啦，对，这也是就从执政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成本吧，嗯，对，这也是一个麻烦的，但是它旁边有 U-bike 啊，难怪要收250块，没有澄清，他250块是因为他下面中柱真的有特别的设计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刚刚有发现，他真的有长得不太一样。我觉得很尴尬哎，如果今天真的有人都从瑞邦骑 U bike 过来，就发现中柱卡下去，然后陷到钢筋里面的话，对。好啊，那今天只能用牵的自行车道的三貂岭隧道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对，然后也记得要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他们知道有这种只能用牵的自行车道，而且水还很深，水还很深，水很深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我是领导，对对，这是我们的领导大人，对，还在写论文中。不要，对对对。可是你知道，你知道写论文的话会有一个缺点，什么缺点？你就是你可能不能选举。哦，对对，如果要从政，绝对不能写论文。对对对，如果你要从政，尽量不要写论文。为什么呢？大家可以去看今年的桃园市长选举。对，然后你如果有一些可能年纪比较长的人要跟你借资料，千万要想一下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呢，跟你借资料的人呢，绝对不可以比你还要早交论文。对，不然的话变成你会抄袭他的论文。好了好了，我觉得以上等一下我们又要被一堆那个攻击，我们又要被打了。对，说是什么1450啊，还是什么中共同路人啊，还有什么？9.2 啊，4%，然后小鸡啊什么的，这太多了。哎，不过说到小鸡啊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做的行为倒是跟小鸡可能有点像。怎么说？因为呢，我们今天要来骑 U bike， 对，黄色的有没有？噔噔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